你的韩语午餐。别看宇宙少女组合的萌妹纸成香长了一张韩版曼斯女的脸，人家可是一枚地地道道的深圳妹子，凭借着小清新的外貌和呆萌的声音俘获一大批宅男粉，之前还曾代表宇宙少女表演艺术体操零失误，震惊全场偶像们。那行云流水的身姿，连体操教练都直呼想要把她纳入体操队中。这么一看，美眉妹倒是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香菜女神宋茜，同样是中国出身，韩国出道，凭借着身体柔软和劈腿开启了一片天，现在更是在中国靠着自己的天资和努力成功成为中国小花中的佼佼者。不过虽然人前显亮，背后的辛苦不为人知啊，才满19岁的城乡妹纸在异国他乡最想念的肯定还是家人啦。爸爸妈妈有妹妹，真的希望你们都好好的，然后我在这边也会很好的，然后我会好好加油，很想你们，很爱你们，希望以后能让你们以我为好。城乡妹纸，咱们不哭，漂亮又努力的你肯定能像宋茜前辈一样成功闯出自己的一片天的。瞧瞧这是谁，黄致列歌手大人，好久不见，还是那个暖心的邻家大哥哥，跟粉丝合照问好打招呼是一个也不落。오늘도눈이반짝이야，눈이반짝반짝。여기들어왔나，眼睛里有星星的歌手大人唱起歌来浑身能量，感染力十足，连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也是完美消化。舞台魄力，出道10年那可不是随口说说而已的，给粉丝深情告白还不忘撒个娇卖个萌。我一个人很努力，不是我们一起很努力，真的真的真的感谢你们。听，从一开始零零星星的蹦中文单词到现在流利的中文，你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这个10年只是开始，接下来的10年、20年，我们烈火都会陪你一起走下去的。什么？你竟然还不知道电视《大力女都风顺》收视率突破9%的事情？才第8集就已经超过了 GTBC 电视剧历史上的最高收视记录，10%的收视大关，真是指日可待了呀！不过编剧大大，你的良心不会痛吗？说好的韩剧第8季定律为什么没有实现？两个人游乐场也约会了， back hug 也有了，以训练的借口还壁咚了，所以吻戏呢，吻戏呢，等了一个星期的吻戏呢。哎，我说囧之欧巴，不要再做什么把宝英小姐姐的电脑桌面换成自己照片这种幼稚的事情了，喜欢就去追嘛，大不了你还有蜘蛛欧巴呢。앞으로도힘센여자도동수많이사랑해주시고8%를넘어 10%, 15% 까지갈수있기를꼭기원해봅니다저희도남은촬영더열심히해서좋은방송으로보답드리겠습니다所有演员的演技都在线，拍摄现场的气氛还愉快到飞起。美眉妹只求编剧大大在下集里能多给我们发点糖，让我们一起期待收视率的新纪录吧。说到韩国的 YG 公司，你们一下子想到的都是 BigBang、2NE1 这类克里斯玛十足的组合吧？其实在这之中还有一股清流，那就是无名乐童音乐家了。兄妹俩2012年参加 K-pop Star 第2季，一举就拿下了冠军。哥哥李赞赫从作词作曲到乐器演奏，一个人全包了。妹妹李秀贤则是拥有天生的好嗓音，清澈又动人，就连情歌小王子圭贤都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了呢。兄妹俩虽然是抒情歌手，对舞蹈的野心那也是不能小看。你说说你们 YG 的歌手跳 SM 公司组合舞蹈跳得这么好，不怕老板杨贤硕回去扣你们工资吗？哎，也是，
在专辑 Play Ugly 的海报上都能互怼，估计杨老板早就已经拿你们没辙了吧。虽然你们比心各种对不上，用一个麦克风唱歌也不愿意挨着脸，互相 diss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但是哥哥对妹妹的疼爱可是这么多年都一直没有变过的。늘저는뭐지향해요수연이가이제남자친구생기는거를저는커가면서당연히알아야할사랑이란감정을알았으면좋겠고응원해요근데첫사랑이다보니까조금오빠로서는더좋은사랑을만들어주고싶은唉，这要是以后妹妹真有了男朋友，你说你得多操心啊！哥哥今年准备入伍，妹妹也在准备 solo 活动，期待你们以后的发展，妹妹们也会一直支持你们的。好啦，各位看客们，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啦。我知道你还意犹未尽，舍不得妹妹们，别担心，明天还有更多的欧巴女生小鲜肉和妹妹们等着大家哟，我们不见不散，拜拜。